锐界 SG Line， 七座 SUV， 12.8英寸大屏，科技感十足。福特锐界 Streetline， 整个变化还是比较大的，因为福特的前脸基本上就是以前横条的进气格栅，拉得宽宽的，感觉有一点凶猛。现在就到第三排去感受一下。锐界的 Streetline 的第三排座椅是目前静态测评里面乘坐起来感觉最舒适的。首先的一点就是它的座椅很宽大，而且很柔软，当腿部立起来的时候，感觉腿部直接是立得挺高的，和坐垫完全是分离开的，只是臀部在坐垫上面，但是现在可以很好的离开，仅仅2-3公分的角度，而且稍微把脚倾斜一下，直接靠着整个坐垫上面，头枕这一块的角度也是刚刚好，头部空间很宽敞，即使是第二排放到最后之后，腿部也是属于刚刚好的状态。锐界 Streetline 会比竞品车型多太多的优势了，比如说比较亮丽的外形，而且内饰的造型之后还有12.8英寸的大屏幕，这种科技感是十足的。